今天呢，我们来的是富二代，好、哦，是他们的点心，这个是烧麦啊，烧麦哦，烧麦王国啊、哦，哦，这个大力哦，你看，好、哦，我吃给大家看，这个是烧麦王啊、哦，富二代的烧麦王大力。排骨，还真排骨有咸味。这是富二代的招牌流沙包，哦，应该是很流啊。等一下，哦，这个流沙包，其实我做错了，我去开它的底面，哎呦，哎呦，啊、它的哈高皮做得很美，又薄又大力。哇，那么大只的虾，对哦，好吃好吃，我不应该猜的，可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嘛，好，两只虾大只，你来看那个大厨炒这个、啊，这个叫做皇帝面呢、啊，炒的够火了。所以我们先试看它的皇帝面，哦，料真多啊，又有鱼肉又有虾，来试试看。皇帝面现在是这里富二代的招牌，啊，我刚才问那个阿姐，阿姐跟我说了，啊，最好卖的就是皇帝面，果然名著一传啊，啊，料多，面炒的又香，味道又好，嗯。是被灯卷的，都看样子很稀释啊，可是啊，有被灯的东西都会好吃啊，大家都应该是喜欢的，好，看就知道不了了。对，是是，这个是有蜂巢的，哇，你看，哇，它的芋头芋泥很松啊，好，这个样子一定脆啊，就你。